民警大阵仗冲入民宅，见到这群不顾防疫的赌客，立刻逮人。赌客赌到一半被埋伏民警突袭，吓到不知所措，兵荒马乱。大批男女眼见无处可逃，都只能乖乖抱头就范。警方接获情资，发现三重一处民宅竟隐藏着嗜酒职业赌场，不但有老板、亲助及把风人员，赌场前后门还装设四支监视器，监控出入动态，躲避查缉。警方多日埋伏搜证，发动突击，一举逮捕三名赌场主嫌、赌客22人，以及抽头金3万多元、赌资62万多元。俗称的嗜酒方式来聚集赌客，那下注呢，金额无上限，赌资规模庞大。经常呢，一天就输赢数百万。大批赌客喷完酒精，浩浩荡荡被带走。不止员工遭送饭，赌客也全被依涉违法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